近日，陈冠希微博怒骂林志玲事件持续延烧，事件的两位主人公又各自在爆新动态。除了陈冠希开发布会私插林志玲外，屋里沉默许久的志玲姐姐也于今早终于发声表示，不争就是慈悲，不变就是智慧，懒得搭理，选择无视的态度十分明显。而近日，有网友机场活捉三高女神林志玲，只见她身着一袭无袖白色长裙，头戴白色帽子，仙气依旧十足，心情显得十分不错，笑容满面，一路上十分亲民的与喜爱自己的粉丝打招呼，显然并未被陈冠希的怒骂事件所影响。